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珍宝大世界，然后继续来逛地摊儿，看看这个今天地摊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没有。那小板凳，哇塞，还用铁鱼包的呢。这边儿卖的一些书啊什么的，一些旧的书籍。哎呦喂，这本书不赖呀，这是应该是那个什么，应该是河南省博物院的。这书多少卖了？60。20。一本书原价300多，给他还到20，然后他不卖，不卖都不卖吧，算了。其实这河南省博物院呢，离家还挺近，其实去买看实物挺好的，挺方便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过来看看。这还有这些卖的这唱片的，这是哪的唱片的？这是一个老的一个烛台，这年份呢，应该就是50多、50、50、60年代的，当时那种烛台。